选战逼近，很多候选人锁定年轻选票，特别是网络族群。来看到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竞选办公室公布了两支概念影片，传达实作的理念，还希望网友们分享自己的故事。每次看完画展就很想学画画。新北市长朱立伦的竞选办公室要将他们对于市政的态度用影像传达给民众，借由这样子的分享，把正面的力量带出来，把实践的力量带出来，让大家一起来做，把想法实践，让这个社会更美好。特别的是，影片选择用手绘方式来呈现，而新北市长朱立伦在影片中无声也无影。竞选团队想用这种方式抛开政治口水战，对外营造做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意象。手绘风格是有一点蛮年轻的感觉，而且在画面上呈现也非常清楚，一条线之隔把原本的想法变成实践。主打年轻形象，朱立伦还号召网友写下实践故事，再打上 #doer 的标签，让更多网友搜寻，也透过社群力量抢攻更多年轻选票。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慧模、黄庭峰，台湾新北报道。